邀请许多大咖歌手接力表演，最大亮点就是凯乐跟韩国性感女神泫雅同台了。整场小型演唱会由小猪罗志祥担任压轴嘉宾，一连演唱四首歌曲，让现场嗨到最高点。黑蝴蝶凯乐最新主打《男人心》MV 终于在日前曝光啦，百分百也带大家独家直击三人在录音室录音的私密画面。出道十年，敖辰终于发行首张个人专辑，现场带来新歌《I'm the Best》，唱跳实力依然不减。而昔日棒棒糖好友王子也现身力挺，两人刚好都选在近期发片。说到敖辰的转变，王子也大呼他真的变很多。欢迎收看2017年12月22日的娱乐百分百。Hello， 我是威廉，我是凯乐。那天可以跟泫雅同台，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我想问你，你有没有算命？算命什么意思？因为我发现你现在走大运。你看哦，跟泫雅算是你的偶像嘛。然后对，你知道我从以前就 cover 他的舞哎。然后又是就百分百小泫雅，就是一直支撑这样子。然后到双十一的那时候，然后去对跟他同一场活动，对，然后可以近距离的看到他，就在那么近哎，我可以闻到他身上的味道，香，可以闻到香味，很香吗？他的香味不是那品杰，不是，我快还会有一些残留的部分。没有，他的香味不是那种甜的水果香，是花香，是花香。对，就是成熟女生的味道。然后她皮肤很好，非常白，然后很客气。因为我们在后台准备，我们不是要一起那个门打开，我们一起走出去的时候吗？然后她经纪人就走，我想说太好了，趁现在跟她搭讪，我就用英文跟她说我非常喜欢你，我是你的粉丝。然后她就说谢谢谢谢，就这种态度这么谦虚哎，哇塞，我太可爱了。而且她表演的时候，我真的恋爱。她的那个魅力是非常强吗？从内而散发出来，她的骨子里都是性感。因为他很会，是很会的那种摇摆吧，性感藏不住。对，然后另外你又发片，对不对？所以走大运，然后现在又碰到自己很喜欢的人来上节目。你说刘以豪？对啊，刘以豪。今天刘以豪要来耶！对，而且等一下来跟我们一起吃吧，对，因为他来宣传他们的新的电影。没错，走大运啊！啊，然后可以退休了吧？我的刚发第一张专辑，谢谢我帮我转发那个三人行 MV 的艺人朋友，还有所有的朋友，因为那个我老板说，如果三人行 MV 破点击率破200万的话，好像有一个礼物会送给我，希望你们假的，对，可不可以帮帮我？我想要破200万。你已经全部都已经达成了，还两百万我就可以得到一个礼物，不知道是什么。你最近有很想要得到的东西吗？先讲，就是房贷付清啊。该不会只差几十块吧？这样其实我也可以帮忙。几十块，就简凯乐的房贷，希望你们可以帮我点击。好 ，OK， 我们一起要分享。好，我等一下就立马去分享。你说到，帮我分享三人行。我跟我老板还有我姑姑，我们的一首新歌。你姑姑？姑姑啊，姑姑，姑姑，跟姑姑你们一起的这样的新歌。而且那个创作是姑姑，她为我们三个人有一点点量身打造，所以歌词都跟我们有关。像一开始我的歌词就是房间乱到没路走，就是我。他有这样子就问你说，哦，你的状况什么什么？他那时候写出来，我看到词的时候，我吓到，我想说他怎么会知道？他没来过我家，就原来是因为他跟甜甜也很好，然后他就非常认真的一个创作人，他要为这位歌手写词写歌的时候，他会先去了解他，所以他有跟甜甜大概打听了我一下，然后他就写出来的词就很有趣，很轻松，然后听起来会，我觉得也是很洗脑，很活泼，对。而且现在基本上我开车会听电台嘛，基本上都可以都有强打，真的假的？对啊，我是昨天的时候才听到这首歌开始发，对啊，很棒哎，我觉得成绩还蛮好的，谢谢，我很喜欢啊，喜欢当然。而且那个三人行好像现在点击率。好像很高哎！啊，等一下我的新闻，我等一下再聊哈。我们先看一下综合新闻，凯乐、小猪、谷谷重磅联名。不是啦，你一边金丝在跳，跟乱报。我来，交给专业的 professional。现在的新闻，巨星之夜，罗志祥压轴现场嗨翻，凯乐、泫雅两大性感女神脱胎了，check it out。电
电商平台举办巨星之夜，邀请许多大咖歌手接力表演。狂舞了，像是你在我身边下的毒，不习惯谁飘向我的态度，Yo, everybody, raise your hand. Go. 整场小型演唱会由小猪罗志祥担任压轴嘉宾，一连演唱四首歌曲，让现场嗨到最高点。除了小猪罗志祥之外，凯乐也受邀演出，卯足全力献唱新歌，全场粉丝也跟着凯乐一起唱。这场演唱会还有一个最大亮点，就是凯乐跟韩国性感女神泫雅同台了。女神，哇！泫雅在台湾巨星之夜，跟大家挥挥手，凯乐我来挥手，尖叫声不停。一见到泫雅，凯乐化身成小迷妹，泫雅热情献上爱的抱抱，让凯乐紧张到全身发抖。真的，因为真的没想到我的人生当中有一天可以见到他本人，然后站在他这么近，你知道，你们应该懂我的感觉，我非常非常，对，我真的要吓到赤手手了，吓到赤手手。擦亮眼油，打了谁？时隔一年再度访台，超有诚意的准备四首歌曲，大秀超强演技。表演时还不断向台下粉丝抛媚眼，女神的强大气场让现场尖叫声不断。Yeah, yeah, yeah.
而超爱台湾美食的泫雅在后台的联访时间，更提到了自己好想念珍珠奶茶。小笼包、미크티，네대만음식자체가입맛에잘맞기도하고좋아하는것들이굉장히많이있어서방금도사실은샤오롱바오를먹었고호텔에도착하자마자밀크티를두잔원샷했습니다泫雅透露将马上开始筹备下一张专辑，也请粉丝们好好期待喽。아일단대만에서오늘베베활동이후로첫무대보여드리게됐는데사실오늘좋은에너지받아서바로한국에돌아가게되면열심히준비를하게될텐데언제다라고솔직히정확하게얘기는못드리겠지만올해가가기전에한번더뵐수있는기회가찾아올것같아요기대해주시고기다려주시고그럼대만에빨리많은팬분들을만나러찾아오고싶습니다바다采访组采访报道好的接下来是凯乐小猪谷谷重磅联名的三人行的新闻泫雅会拨头发好厉害黑蝴蝶凯乐最新主打三人行 MV 终于在日前曝光了这次重磅联名找来天王罗志祥和创作全才谷谷以少见的两男一女合唱的形式让这支单曲一曝光就引发不少话题而百分百也带大家独家直击三人在录音室录音的私密画面在凯乐的第二次的这样一个 EP 的呈现我希望可以但音乐风格不同嘛然后我也希望他的视觉呈现出来的感觉也会不一样因为往往听到的都是男女的合唱然后后来我想说该怎么去帮他再创一个不同的高峰呢或者是视觉感的冲突呢我就问了谷谷给他一个很大难题就是我们三个合唱吧当他唱完第一次其实我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动他一写完之后我没有变一般写完歌过来都会 我想改一下这边我想改一些副歌的地方我说很好完全过拍子他写的非常难唱就我很多在练习的时候老师教我了好多遍我还是一直抓不到那个拍哎你为什么要这样为难我没有可是我后来发现你唱得很好哎我也有点吓到而且我觉得谷谷帮我做了这首歌第一句的歌词就吓到我我看的时候我想说他怎么会知道真的太了解我了我偷听你们聊天是吗对因为我平常不是跟甜甜出去嘛我就偷听他们自己聊天啊说哎怎么样他东西对乱七八糟什么所以我就会尽量用他的角度去写一些这样他的个性的词在里面他这次唱歌呢就是在很明显在 vocal 上面下了很多功夫他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用功的人就已经我在里面已经听这个歌听了大概100次但是他可能在门口我一开门还是那首歌是他从手机在那边放就他连休息时间也不放过你觉得他这次有进步大概进步了10倍我说真的假的我就三人行轻松的节奏唱出三人间友情和爱情的抉择而这样大获好评的歌曲没想到才花谷谷2天就包办完成词曲创作而针对每个人唱的部分谷谷更是下了不少功夫这个歌里面我们有各有一段小小的饶舌然后这饶舌有稍微把个性凸显一下然后我的那一 part 就是比较是那种用时间换对用时间换他的心这样子就是我可以随时有没有像司机一样再来再去啊然后肚子饿就送来啊然后服服帖帖的他有一段是有在小刁我的一些部分比方说、yeah. 转角遇到爱的不是真爱就故意要刁一个就是可能我的一个代表作然后跟他自己的一个他之前的专辑里面的歌曲为爱而爱做一个结合我觉得他是一个用歌词里面去找到一些不同的创意出来我觉得那个还蛮酷的难得三人合体一起录音凯乐还带了宝贝狗啾啾现身录音室但访问到一半笑惨大家啦是的你怎么把那个袋子勒狗啊你不小心给他勒到狗那个狗他真的不小心哎、欸，小时候你再试一试你看怎么弄的你看怎么弄哎、欸，这样我来演绎一下哎、欸，你就他刚刚是这样他跟他说拿了相机之后他本来拿回来要看然后不小心套住这个狗的脖子呢然后那个脖子呢顺势的就往后他的好啦话不多说赶紧让大家转型录音吧我知道我很难伺候房间乱到没了走
完全拥有。我的散文 SOP 爱塞就塞，你的宵夜我手刀说来就来。拥有你我就什么都不缺，穿的挂的 ring ring 我都不缺。 I got my fears out in your fight for this one night girl， 你只要碰这些。是我们三个人一直以走路的方式呈现，我个人觉得很有趣，因为本来想说这个季节来应该会有点冷，还担心外套带得不够，我没想到是夏天呢。你是太阳之女耶，今天本来早上是下大雨的。你好会聊天哦。一早起来之后想说完蛋了，下雨了，然后我们全部拍摄的方式都是在户外，想说怎么办怎么办，不能拍了，这个好险。要到轮到我们在外面走路拍摄的时候，你就停了。谢谢这里的太阳。专程远赴日本取景，三人穿梭在街头上，唱着爱情和友情的抉择。不过也为了要呈现 MV 中慢动作的画面，拍摄时可是得把歌曲调快两倍速，这可让大家差点喘不过气。不过 MV 释出短短不到两天，订阅数就冲破百万大关。除了歌曲好听，这次三人重磅联名真的是太给力了。而且今天拍的感觉也跟以往拍的东西比较不一样，因为我觉得以往拍的剧情会比较居多，那这一次怎么都会用各走各的路呢？对啊，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样每个都近。那如果今天真的我们两个爱上一个，同时喜欢上一个女生怎么办？我通常是用那种时间换，就是很勤劳的付出，很没有很用力的，不是默默的付出，让他看到我付出。所以你也不会上下班啊，你不会退出什么的，对不对？不会上下班，然后他也不会退出，我也不会退出。我们两个同时在他楼下等他，这样看他上谁的车，看谁先到，就跟计程车排队一样。这样子很难，这样子很难。就我会送早餐，然后一直去调查他喜欢。那你要送早餐到门口的时候，我就他吃饱了哈。哦，那叠对叠的感觉，但是看就是不太一样。对，我就我这种时间，但是我觉得决定权还是在女生身上。对对对，对，决定权还在。但他是还是没选择，我们就离开了。对，因为他，对，因为我在里面是写他希望大家都是因为朋友的感觉，好人卡。会比情人更好。所以这首歌最后我是发你们两位好人卡。对，拿了好人卡就走。就还是一直还是当好朋友。对，还是好朋友才可以一辈子。但是我觉得很开心，可以因为这一句，因为上一张 EP 没有机会跟艺人朋友合作，然后这次不但一次合作了两个，而且都是这么厉害的唱跳歌手，然后他们非常非常优秀，所以很开心有这次的机会。八大采访组采访报道。好感人哦，八大工作人员买我的 CD 啦，耶、yeah, 所以他们可以获得女神凯乐的签名。好感人哦，狐狸没问题，你基本上所有的那个粉丝的要求都可以、要写错字了。Fox F-O， 你就把它改成叫孔子好了。谢谢，好，来下一位。哇塞，东区志玲，东区自己讲，东区志玲，我们制作人，他最近穿搭真的越来越有品味了。他今天又搭了帽子。对呀、啊，新造型，新买的吗？帽子，新的。那你这一张的签名会开始吗？11月19号，这个礼拜，在哪里？在哪里？在西门町，希望大家可以来现场帮我加油。如果人很少，会很糗。不会很少的，很多人，开心就好。谢谢。那基本上到现场的朋友可以获得爱心吗？现场来的可以跟我合照哦。可以跟合照。对。那不能署名，可以吗？署名好像不行，因为我很容易把人家名字写错。OK。要
永顺，你要说什么？永顺，你有吗？哇，谢谢永顺，永顺称赞我越来越漂亮。你是不是想要抱抱？可以哦，可以。所以现场是，你那一天在西门町是直接可以拍照，一张就可以拍照，每个人都可以拍照，买一张就可以跟我合照，真的很棒哎，这个很大的福利。哎，你们后面的要不要就是要跟他讲说怎么写名字，不然他会那个 confuse。好，下一位。谢谢，好感人哦。你之前有签到几张的时候，你就开始觉得手会酸？不会，浓郁的玉。有没有人笔可以先写在自己手上的？会造成我们这位巨星的困扰。没有这样，不要这样说，我很开心，现在多张都不会手酸。11月19号下午在西门町。几点？两点。2点。因为正常好像是两点开始。对，两点对。那在西门町的屈臣氏吗？红楼前广场，红楼前广场，对，然后25号在台南，对，还有台中，谢谢。那你的签名有属于有完整版还有简易版的吗？有哈，哪一个家？嘉义的家，嘉义的家，谢谢阿嘉，谢谢，谢谢跟爱心，好。你为什么要签内页还是自己签过的？他有他自己喜欢的啊。看他怎么画黑胡，这才是重点。我要黑蝴蝶加爱心。你这个是最完整版还是这一次？这是完整版。黑蝴蝶，可以吧？可以。你 OK 就好了。要我。分享和点击，两天破100万，我真的很感动。所以应该获得小礼物应该不难了吧？好，三口品。品足，谢谢做我们的企划。好，我的礼物是这样子。欢迎欢迎。谢谢你们都有支持，谢谢。好，这是我们的通告，辛苦的通告。因为以前我要写粉丝名字的时候也会很紧张，因为会的胡子已经不多了，尤其现在都用手机。对啊，就是会觉得哎，到底是哪一个？而且有时候是明明记得他叫什么，但是那个字忘记怎么写。等一下，刘以豪要率领他们电影的演员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吃东西哦。是的，先休息一下，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有敖犬，还有其他朋友的新闻。你在干嘛？你在干嘛？我帮你把鞋带塞回去。谢谢谢谢。怎么暖男呢？我的天哪 ！Oh my god！ 超暖的。综合新闻：敖犬出道10年，终于发行首张专辑，女友陪伴度过第一场，想婚了吗？还有苏一静发行创作单曲《妈妈》，现身正台，忍不住哭哭。李荣浩2017吸金好几个亿，我们来看一下。哇塞！好几个。出道10年，敖犬终于发行首张个人专辑，现场带来新歌《I'm the Best》，唱跳实力依然不减。自己真的在这3年的沉淀期变得好多，然后也想了好多。我希望做点不一样的事情，然后有趣的事情，让我觉得。音乐呢，可以再好玩一点。经历3年沉淀，敖犬宣布要用崭新风貌与大家见面，连发型都要求变。一开始觉得是扫把，但那个阿关说像毽子，我突然好像毽子比较像。我说真的哦，我觉得男歌手，要么就是中分头，要么就是有刘海，要么就是油头、飞机头。但我觉得需要有人去尝试一些不一样的头。那我希望呢，我可以做一点这种事情。而昔日棒棒糖好友王子也现身力挺，两人刚好都选在近期发片。说到敖犬的转变，王子也大呼他真的变很多。真的，他是啊，就是不要说外形，变大只，变大只。以前看他就是比较清楚吊儿郎当，哎呦吊儿郎当哦，但是也蛮帅的。是，刚刚在后台刚聊天就感觉到他
就是真的好经历，而且你这种经历够多，然后这种，然后眼神那种，就透露出比较温暖的。沧桑，以前他是很狂那种随便一出场三个后空翻。现在可能还不动了，一个。除了同期好友们的支持，在敖犬低潮时一直陪伴在身边的女友绝对是最大助力，也让大家好奇两人的好事是不是近了。他说我这个发型不适合这样，可能当天长辈会觉得很奇怪。还是你来戴头纱？头纱？你说新娘那个好像可以哦。我觉得蛮感谢他，就一直给我打气这样。跟女友交往多年，感情稳定，敖犬竟然透露自己已经想当爸了。我看那个爸爸去哪儿，我看那种就跟小孩差太多岁的真的会玩不动。我不想讲，因为你看嘛，我身边朋友都陆续的在结婚生小孩，阿伟很可爱，然后我都很替他小孩子就是欣慰，他就是很幸福的感觉啦，对啊，然后也不太像阿伟，我觉得还蛮好的。15岁就到韩国当练习生的苏玉静，经过4年准备，终于发行个人首张创作单曲。记者会上回忆起在韩国的练习生活，苏玉静不但不觉得辛苦，还分享了有趣的故事。我宿舍的楼下就是咖啡厅，然后我就每天就下去就点 Ice Latte， 后来发现一直买，我就没钱了，对，然后我就跑最后一笔钱，我就买了最后一杯。然后那个杯子就一直留着，然后就因为我有带那个咖啡包咖啡粉来，就自己泡，然后泡完就拿下去，然后坐在位置上假装你买。我在想，我自己在想，他搞不好知道我去偷他们 WiFi， 因为他很注意我，哎，我有时候经过只是去 Seven 买个东西经过，然后我偷偷瞄一下他会，如果就搞不好知道。最近靠着对梦想的执着克服难关，选择把遇到的挫折都写进歌里。有一点点就是想说啊，帮助一下别人这样子，可是后来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反而有被瞧不起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有时候沉默是很好的方法。其实那边有很多练习生，可是他们比较多都是团体的，那对我来说我是比较，我也不知道算不算吃亏，但是起码我一个人这样子很孤单，对。而记者会上，苏玉静的妈妈也带着儿子最爱的炒羊肉现身支持。谈到儿子在韩国的生活，让妈妈忍不住哭了。我看他住的地方，我就舍不得。那不用过了，看一下，就是舍不得。可是这都是他自己走的，路是他自己走的，他自己选择的，我就支持他。那我舍不得他吃东西，看他冰箱里面全部都是那个什么微波的，没什么东西啊。这次看到妈妈这样子，我其实自己有一点难受的，其实因为我真的不喜欢妈妈哭。李荣浩首次尝试新的宣传方式，在今年5月开始陆续推出新歌，直到目前为止所推出的7首作品都得到歌迷良好回响，因此年底正式推出新专辑。而这个被视为实验性质的宣传计划，只因为李荣浩把每首歌都当成宝贝。其实我每张专辑都写非常非常多的歌，大概50-60首，有时候多的可能上100首歌，就选出来这10首歌，我希望是每一首都稍微再隆重一点推出来，让大家去听到。因为我知道大家可能往往的听歌习惯就是前面几波的听完了之后，后面可能有一些会不会专辑充数了或者什么，对，我其实想让大家知道，就是没有一首歌是充数的。2017年是李荣浩的丰收年，不仅世界巡回演唱会票房辉煌，商演和代言工作更是满满满，唱片公司预估赚进了9位数字。收入方面说吗？这个我挺谢谢华纳的，对，因为说实话，其实他们也应该也花了不知道几位数了吧，对，对，所以就希望以后可以有更好的成绩来这个回报歌迷，也顺便回报华纳所有的同事。因为李荣浩的好成绩，也让华纳唱片宣布今年的年终奖金最少也有6个月。他们还将力挺李荣浩吸金全球，将他的音乐能量散布世界各地。这个蛮出力的，你们这个道具是怎么回事啊？我们今天店加盟蛮出名的，这是全世界的意思。这真的有点像，这好像有点手这样子，这怎么回事啊？来，等一下，我们道
这个就不一样。谁做了这个东西？就今年的华纳的员工最少都有六个月的年终奖金，感谢感谢李荣浩，感谢李荣浩。且又因为是李荣浩大哥，所以是以人民币计价是吗？对。我觉得怎么样也要六位起步吧，但我不知道，我对不对？对对对，你让我想一下这个问题。对，我今天说出来，到时候真的要给了。记者会上，李荣浩也宣布将举办两场免费音乐会回馈歌迷，而演艺事业蓬勃发展，感情生活也甜蜜蜜。但李荣浩却强调没有结婚计划表。忙活日子，忙活专辑。好大声！看他要不要回答。好大声，没关系。没有。大方嘛，对不对？对对，没有。没有结婚的计划。对，目前没有。而演唱会上，女友杨丞琳甜蜜站台，这回杨丞琳也将开启巡回演唱。李荣浩到时候是不是也会为女友站台呢？没有，我很想来看，但是我刚好，我现在是16号跟18号都有工作。对，都在完全很远的地方。他上次也是这样讲啊，就出现。不是，不是。你们都喜欢这一招？不是，这是真的，这次是真的。这是真的。八大采访组采访报道。等一下带我去月球，要来一起吃吧哦。哇，凯乐好开心哦。耶。记得回来看他怎么开心哦。还在吃，其实。哎，月球帮，月球帮这样。那要是自我介绍一下，可以，要自我介绍，难得来。大家好，我在里面饰演角色叫汪正祥。谢谢。大家好，我在里面饰演的角色叫做史之田。这好吃的感觉。你可以演叫史之田。史之田。哎，大包，大包。我在里面饰演大包。你演什么史之田啊？你没有，我是史之田，在里面饰演大包。你好幽默。爱你。我是杨爱宁，我在里面饰演的是小芬。小芬。小芬。我是李泉，我在里面饰演的是阿胜。哦，所以月球帮里面这个带我去月球，它是在讲述一个什么样的学生时期的故事，对不对？学生时期玩乐团，然后一群就喜欢张雨生的人，喜欢张雨生的朋友们、伙伴。那我看预告的时候是刘宇豪，你是穿越吗？你好像知道什么一些事情，是不是？就忽然这样掐指，然后发现一些事情之后就穿越回去了。嗯哼，对。然后就去主持然后就开始跟说人话有一段。恋情，然后就开始亲下去，感觉好像都很。怎么了？对，有点太大。我很想要认真吃，可是今天刘宇豪，你吃你吃，我就没有办法。你真太大了吧？那你吃炼乳啊，你吃炼乳。啊，吃炼乳感觉比较可爱。吃炼乳感觉好吃哎。吃这个小馒头感觉比较秀气，比较秀气。喂，他吃。刘宇豪，等一下。哇，吓到我。凯乐要吃炼乳了。哇，你更爱我吗？嗯，真爱我。哎，突然觉得手好像很痛哎，就是好像没有办法拿这个。对，要有味道。不然你正好坐在旁边啊。突然手很痛哎，可是我又好想吃这个小馒头。帮你多沾一点炼乳啊。好。OK。李泉，怎么了？哎呦，你又吓到我。在喂我哎。在喂你啊，李泉。我最近不喜欢吃这个皮，也可以帮我剥掉。我们是这一层关系吗？我就是想，多久没见了？其实哎呦，一两，好像没有很久，一年多，一年吧。之前为什么见？之前我们有拍戏的时候啊，一起拍戏。然后在更之前，也有时候私底下会聚在一起。对，但他一阵子，他的感觉都不太一样。他有时候，他有一阵子让我觉得好像就是跟这个圈子脱节。然后他这又有一阵他就回来演戏，然后什么，所以每个时期看到他都有一阵子改变。他现在好像比较成熟，他是不是有一点就会隐藏在后面的感觉？对，像我们要讲什么，他说你讲一讲，然后我说你赶快讲，就这样。对，然后他自觉冒出一些很有趣的话。对，他有时候突然你很好笑，对，很妙。Tempo 不好抓，对 ，Tempo 很怪。他在棒棒糖时期是幽默的，他是好笑，他会做一些很夸张。你怎么？你有看过吗？你有看过？我那时候没看，我那时候没看。我跟你讲，你们回去找一个李泉跟阿本什么七一五，千万不要。他拿菜头跳一大段舞。现在我们会叫 Q 到这个，他就说你敢。我们等一下回去不要，他就这样看我们。不要了，不要这样。然后你几岁？
27。二十七，看不出来哦，看不出来哦，完全看不出来。我以为他才十七八岁而已。那是装啊。对，因为我想好奇，其实你可以看看他以前的状态，但那时候大概也是15、16岁而已。不要看，不要看，不要看，不要看。但重点，你们在这部戏什么时候开始有活动，然后上映？对，我们12月1号上映，然后接下来活动呢？请稍等一下。我们要深聊一下，等一下才能说。哦，真的，不能说，不能说，对，还有下一段还会在啦。对呀，吓到，因为它里面好像听说你跟那个女主角之间，你好像真的被她电到。就是我看那个新闻，我超生气。是，最好是，太容易生气了。因为那时候蕊戏，所以真的需要很近距离看着对方的眼睛。然后那时候就发现，哇，有被电到这样。他眼睛超大，真假的？国际那状况，你就真的要。哎，那是跟他一天的，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天道，不能坐太近，太近，真的很近，就太远。哇，那我也想当演员，我也想演戏，好想演戏。为了跟以豪拍戏是一个梦想，乱说。那你是不是有一卡是你们已经亲到，就是导演没有喊卡？没有，是导演喊卡继续。他们听不到。其实我怀疑导演没有喊卡。冰斗啊，冰斗。哎，不，这样。我先把东西拿。我怀疑导演其实没有喊卡，因为他想看我们后面会知道说什么火花。我猜啊，因为真的没有听到。通常不是就是手会上去吗？什么手？什么？就听到。最拥抱啊。对。对啊。对，就会我们两个其实已经有一种现在的，哎，这会不会太夸张了？这样子。该不该动手？哎。动看不到。哪里？什么东西啊？什么？你要不要动情？动情？动情？你自己挖坑，自己挖坑给自己跳。我知道为什么樱花要没有来。梦梦不是我的错，梦梦不是我的错。我要动情呢。动情对。动情，你们看到我的情吗？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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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告片里面有。预告片里面。最喜欢女生是什么类型的？大家都想知道。因为你啊，就。对啊，都没有看到他的绯闻。对啊，单身六年呢，他说。六年。怎么可以？什么？你这个骗人的啦！不要相信啊！不要相信。什么？吃好吃。什么类型？李泉，你相信你会有？我去月球是12月1号要上映的。12月1号哦，绝对要有。我不相信可能有单身六年的时候，尤其是当打之年。不然不可能。什么是当打之年？就是代表你是壮年，就是像我们运动的话，你还会打篮球，就是当打之年。哦。我第一次学到这个词。对对对。那你们觉得他喜欢什么类型女生？我觉得会要很常跑户外，因为以豪其实是一个很热爱大自然的人。还有呢？就你觉得应该是？那鸡块蛮好吃的。你确定要讲吗？就是要直接讲出名字。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有名字？没有啦，乱讲。没有，不知道他是喜欢什么样子。你们这样拍有没有讲过这个？因为没有聊过这种东西。一起相处多久啊？每天快两个月了，月吧，快两个月。哇！哎，不止，因为还有前置。全制三个月有三个月，我们还有练团呢，因为我在里面是乐团啊。对，你分别讲一下是什么乐器？哦，我是吉他。我在里面演吉他，有点像哎，有点像在那边演得很好，演得蛮像。我觉得这选角很厉害。吉他对你来说是有困难的吧？没有，他完全没困难，因为他会打鼓，我知道他会打鼓，会弹贝斯，吉他也会，钢琴也会，他会钢琴一点，就多摸一点点。你这些年都跑去玩乐器就对了，他好像一直都在用吧。对啊，兴趣。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聊。好，休息一下进广告。今天是12月1号哦。那石之田呢？你在里面？我在里面饰演大包，然后他是贝斯手。弹贝斯的，所以我有请教李泉蛮多，因为李泉贝斯很强。然后那时候我一开始其实是不会的，对，都问他，其实蛮难的。如果因为一个角色要去学乐器的话，是花蛮多。可是后来就喜欢上，所以到一直到现在都有玩一点。哦，好厉害！艾云呢？哦，我是 keyboard 手，但是因为我对钢琴比较没兴趣，所以后来就跑去打鼓。啊？你说在戏里面？对，戏里面他是 keyboard 手，戏里面是 keyboard 手，现实中他后来跑去打鼓，是哦，是这个样子的。他是弹吉他的啦，但是他
你干嘛还没到他、啊？没有他们怎么样？他们从拍戏在戏里面或戏外面都很爱互呛，就很。我们去录音的话有白板，我就看到他的名字把他圈起来说你最弱的，然后他就把他擦掉，写你才弱。演戏真的好好玩，就很幼稚，很幼稚的人，这感觉是一种好像学生时期，对对对对，像他们演的那样。所以私底下他算是蛮幼稚的嘛。其实大家聚在一起莫名变得超幼稚，其实分开的时候都蛮成熟的。嗯，六个人聚在一起，就他了，他可能蛮没有，他还是蛮分开的时候他就很幼稚，跟我们其他都很成熟，和我们一聚在一起，大家都被他影响。那你们私底下有约出去过吗？就是拍戏完之后有，但从来没有六个人没有全部到齐。约去哪？喝喝酒、聊聊天、看电影，然后看电影有到齐，然后看电影那次有到齐，看电影那次有到齐，那次 N 派没来吧？有有啊，有一次在成品吗？不是在六福皇宫旁边那个秀泰吧？就你们拍完我们去拍。好，其实很有点戏没关系，因为他们很认真的在聊天。真的。对。那如果想要回到学生时期，会想要回到什么时候？高中学生时期哦，哪一个时期？高中吗？高中，我觉得高中的时候最高中最发亮。对啊，感觉因为高中好像你对世界是有认知，然后对已经长大了长大一点点，然后也知道该怎么玩。那时候超热血，你们都玩什么？没有，我觉得高中就是没有玩到，因为我高中就是一放学就是回家。啊？什么？每天一放学就回家。哦，他之前有提到，他不止英文也不好，然后又没有好好念书，他就觉得很不是，我很努力要念书，所以我觉得一回家就是要就是。我每个假日念书，假日的时候已经在图书馆看书，哦，没有玩到，真的假的？那你功课算好的吗？不好，因为我不会读书。那你在读什么？干嘛？我不知道，所以我那课本全部都荧光笔，我觉得哦，都好重要，都好重要，都好重要，这样。因为像我留晚自习是为了就是把女朋友，是 OK。我也留晚自习，为什么都没有把女朋友？就你可以看他就是喜欢他，你就追他。陪他高中高吗？高中还蛮 OK。你用哪一招？没有啊，其实就只要献殷勤就很 OK。怎么献？买真奶，就买饮料，大家就是请，对啊，那国中、高中其实没有太多的需求。真的。或者说跟他借笔记之类的。借笔记是好方法，因为女生笔记又蛮漂亮的，没错，写得很清楚这样。李全没有经历高中，他高中都在棒棒糖，他旁边都是一群臭男生，一样，我们一样。OK 的 ，OK 的。我们在休息一下，进广告哦。所以他没有念高中吗？哦，没有吧。见面会，耶、yeah! yeah! ！介绍一下，就我们见面会时间就是18号跟19号。然后18号的话是我跟石之田， yeah. 然后19号的话是我跟李泉， yeah. 然后我们会在秀泰的嘉义店，还有台中跟台中的星光影城，跟大圆百圆百威秀。然后19号的话就是高雄西满特，还有台南。对对，然后再来呢，我们还有两场校园在11月23号，就是我跟姚爱宁，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有这个。然后11月20号的话是我们的演唱会，我们有李恩佩演唱会，演唱会哦，再就是11月29号的首映会，哦，对，然后最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11月17号有一个在台北时代广场的 iSherry， 对，不好意思是个人的，不好意思，哦，继续啊，还有12月1号就可以看到了，12月1号，对，要支持一下，太好了，那我们最后请刘宇豪帮我们预告一下，是明天是 Life Yo， 新加坡的 MV 是。方炯斌 Run Away， 谢谢你们，今天12月1号要去看《带我去月球》，谢谢你们，谢谢。